香港演藝學院是亞洲排名第一的表演藝術高等學府，我們已經要求學院重點研究為本地以至大灣區培育所需的文化藝術人才，以及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的比例，制定新的十年文化藝術設施發展藍圖，包括增加康文署旗下博物館的數目到19间，增加表演場地的座位數目大約一半，明年起分階段啟用的東九文化中心將成為加速藝術加科技結合的基地，我們亦會推出措施鼓勵私人發展項目加入文化藝術設施，例如戲院等。政府亦計劃每年與業界合辦流行文化節，並研究長遠設立流行文化館的可行性。